谢老师，打完这瓶点滴就可以回去了。谢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研讨会呢？取消了。取消了，怎么可能？不都开始发表了吗？场馆临时调查。那也不可能取消呀。推迟到明天，所以算是取消了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……我去缴费，玩别的。 还以为你为了我错过了自己的大事。喂，哎呦，七年，你终于醒了！刚才都急死我了，怎么突然就晕倒了呢？哎，幸好啊，齐教授及时赶到，把你送到医院去了。说实话，我还是头一次看他这么着急呢。七年。 是你吗？说话呀！是我。你没事就好。不过呀，季教授这一次完全错过了研讨会。你真是可惜了。可是研讨会不是推迟了吗？怎么可能，大姐？你想一下，那些大牛们的行程是可以随便改变的吗？季教授啊，特别匆忙，把那些 PPT 全给了系里新来的一个讲师。这下可倒好，风头啊，全被那个讲师给出了。 七年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，你好好休息啊。之后有空我来看你，拜拜。七年。 知道了也好，没什么好道歉的。可是研讨会，你发着高烧来拼命给我送 U 盘，你当时怎么想的？我想着我不能让你错过这么重要的发表会。对，你做出了选择，是在家好好养病，还是拼命来帮我？你选了后者，那么我也一样，不过是做了个选择而已。 所以你不用道歉，你已经向我证明了很多东西。